别忘了 iPhone 6其实还深陷弯曲门的问题。那么其他的手机呢？网络上就有人拿三星 Galaxy Note 4的手机也来做个重压测试，那么发现要承受大约25公斤的时候才会变形，甚至是一个人的重量坐上去也不会变形弯曲，被称为是最耐弯的手机。各大厂牌手机一字排开，究竟谁耐压力最重？使用重压器一次30秒承受约25斤时开始变形，等于可以一次压断3支铅笔。再来换人体的重量试试看，一坐又更耐重，超过100公斤才变形。三星 Galaxy Note 4最耐压。那什么手机最容易变形 ？Don't put your iPhone in your pocket and sit on it. That way it won't bend. iPhone 手机不能放裤袋，一坐就弯，那还有什么方法也不行 ？Don't throw your new Apple smartwatch on the ground and stomp on it. Also, don't drop your eyeglasses in your driveway and run them over with your car. 真的不能这样做，但网络上偏偏有人就是把手机从车轮直接碾过。艾伦告诉你，接下来会变什么样 ？They're bent iPhone case holders. Comes in Ellen Blue.看来现在挑手机除了功能耐不耐用、耐不耐压，也成了民众关注的重点。东森财经新闻张一华、何仁凯台北报道。